Hello， 大家好，我是 Yuki。 那在这边依然是感谢赛瑞外设对 Yuki 视频的大力支持，买西伯利亚微耳机送赛瑞主题 T 恤，还有购买鼠标送鼠标垫的活动，更多信息可以关注赛瑞官方微博。同时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Yuki 的淘宝店，地址是 yukilove.taobao.com。那么买魔系鼠标和狼蛛龙牙背光键盘套装送鼠标垫和脚贴，同时还可以索要一张我的真人签名照，欢迎大家来逛逛收藏哦。那么我专门是挑了今天这个日子发视频啊，那么大家也是已经知道了这个光棍节啊，当然这样说好像不太好听，还是很多人习惯叫这个，还是把它叫做双十一好了，反正咱们中国人都比较喜欢过节，那因为过节的话就会有什么福利啊什么的，但今天呢又也是给大家带来了福利，那就是如果我今天在 Yuki 的淘宝店内购买任何东西的，就是全都会享受到全场包邮的一个福利哦。那全场包邮啊，亲，你们心动了吗？那么如果平时啊，大家有什么东西要买，觉得这个邮费比较烦人啊，会比较贵的话，也是不要错过今天了。那也是谢谢大家的支持。那么广告就打到这里。那今天带来的这场比赛的话是我们自己打的，然后我现在切到的这个主视角呢其实是这个 Air Asian， 然后呢这里是我贴吧的小孩子呆呆，然后这边是有一个 SF， 也是他们的朋友啊，拉的人好像是昨天我们一起在网吧开黑啊，在那边玩的，然后我觉得打的真的是蛮不错，当然我是比较惨。其实我挺不介意把自己打的不好的东西放出来，因为我觉得这场比赛还是整体蛮好看的。然后我们排到的大概对面也是2000多分，我们这边也是2000多，差不多不相上下。那么这边有一个帅神来了的烂，那真是近卫，然后这里有一个传说哥，然后呢看看他们还有一个这个牛，然后神灵，还有猛犸。哦，这一盘的话这个猛犸真的是让人非常头疼啊，大家也是知道这个版本的猛犸真的是这个地的距离太远了，实在是，哦，原来他是给这里封了，我终于明白了，就是这里的话是 A 神的艾瑞达走了中路 solo， 那跟这个神灵走了是中路，我本来还以为烂会来这边，那么这个烂和牛都是在下路，那么下路是有一个剧毒术士啊，是呆呆的，那么这里是我的一个冰女，我这边也是做一下视野，而且这边有一个 double， 我看到这个 double 的话本来是想来看看，最后还是来走的上路，那看到玩冰女本来在这种局里面肯定就是非常惨的那一个。好，这边是思思，也是妹子啊，我们的妹子非常给力，然后思思的斧王，我是跟这个 SF 说拍这个猛犸，当然这猛犸真的是不好杀，他走了劣势路，肯定不可能是升 W， 肯定是升了这个 D 的。你看我这里是先点两下，然后一住，看一个 W， 一个 D 就 D 这么远，简直是，哎，我当时真的是非常郁闷，这个没办法的，太硬巴了这个版本的猛犸。中路神灵和艾瑞达，看这个样子，当然是 A 神 ，A 神好像是最近还在打那个。不知道现在还在打那个 solo 天才少年杯什么 solo 比赛，那中路 solo 也是不用说的。我们这场比赛可谓是一波三折啊，真的是，可以说是悬疑片吧，当然是不能剧透的。你们不要以为我是，我给你们说已经剧透的一点，就是我自己比较惨了。当然在这边也是，哎，这一块是真的牛啊，哎，是真的。的确是真的牛到中路了，看这个猛犸也是非常讨厌，我也是把它赶一下，我感觉我赶不过它，还是先闪一步。哎，这边是牛吃到了幻象来上路了，虽然说今天这个节日比较特殊，当然我还是希望如果今年还是要过这个节的朋友们，可以明年就可以脱光啊，或者是在今天就可以找到一些机缘呢。上路还是比较危险的，这个 A 神表示要走中路车，这个 SF 就被赶到上路来了，当然上路也还好，这一看就是假的，这里是一个真的。中路 A 神的发育应该是蛮不错的，
说到这个线下的连坐，那么今天的话，我也是搞了一个贴吧的线下面基会。当然，不仅限于贴吧的人可以来玩。我们是在这个，这个是也是假牛啊，吓死我了。也是在那个上海这边静安区康定路1018号的一个网咖。然后我们一般都在这边玩。然后呢，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一起来玩。我这个是在说的是在贴吧，我应该是下午过去吧，然后跟大家一起打打 IH 啊，或者是一起玩，因为挺多贴吧的比较熟的，就是在一起比较熟的，认识比较久的人是没有见过，那么这次也是有机会来面基啊，可能其实我面基的次数还比较多的，那大家也都可以一起来找我玩。如果我们线下比较有什么好玩的活动，也会在贴吧或者是 YY 上直播。下路好像是被围了，哎，这里是牛。加上烂，那我觉得这个呆呆可能会比较惨。看一下烂一直还没有放技能，果然是插了一下。那这到4分钟才拿到 first blood，也是比较的打的比较的纠结啊。而这个传说哥一看就是比较的舒服的，还是两个人都在保着他，而且是有烂和牛这么多控制技能。那大家也是看到了近卫方阵容一个特点，也就是不管是说 gank 或者是一个打团的话。都是哦，中路果然是 solo 很厉害的，A 神已经是单杀掉了这个神灵啊。刚才切过来，这个神灵就已经倒在地上了。这就是从阵容来看的话，近卫方这个打团也是非常厉害。比如说像猛犸出了跳刀，然后还有这个牛一把跳，烂一把跳，三把跳刀就真的是已经很厉害了，也是难以想象。我们这边相对于来说，还是感觉还是弱了一点。但我如果最主要就是说，虽然说我们这边有一个艾瑞达，有一个反先手，然后有冰女啊，一些控制，但是他们能够过来主动先手控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而且技能也很多。不管是说让猛犸把技能全放完，或者是让牛把技能放完，只要他们有一个人，这几个人的控，三个控，烂牛加这个猛犸，他们只要有一个人敢把技能放出来了，能控住，然后对于我们来说都会打起来都会非常的不利。而且面对了这个版本的猛犸有多么的犀利，大家也是用过的都知道。但我这里其实我昨天也是录，想试着录一些第一视角，但是实在是效果不太好。我这边是做排一下眼。那既然效果不好的话，我还是选择用这场 rip 来给大家看。看到没有？这个木马真的是出其不意，一下子递了这么远。那么烂这块的话，肯定是能跟上了。这个 SF 是非常的危险。好的，这个 SF 肯定是贵了。一个 W，哎，这个猛犸血也是非常少。我是想，我这块是我给大家看，我这边是丢失了一些视野，然后非常二的就被反杀了。然后这边的。好的，好在 A 神在后边过来拿个双杀，还是给 A 神赚到了。每次当时也是开着那个录制，本来是想录第一视角，但是后来录的就是死了很多次，所以也没有什么好看的，还是给大家看这个全局的一个视角好了。接下来可能出视频的计划也会有一些改变吧，然后如果能够录出来好看的第一视角的话，也是可以给大家放出来。哎，这边看到是对火枪下手了，当然这里有 TP，这个毒，哎，这两个人技能好像没有太接好，烂过来了，这牛一个封路还封得不错，看这边打得非常激烈。好的，还是把这个烂杀掉了，当然火枪这一句好的，赖瑞达这一块是贴了药，那牛这边的话是中毒不浅，这个 W 没有 W 到。看一下，还是没有死啊！这个牛是残血，当然神灵这边支援的也是非常快，杀死了这个艾瑞达，还剩一个剧毒，这个剧毒怎么还在这里？哎，我还以为是呆呆掉了，这一下子被点了很多下啊！这两个人可能都要被死毒死，这边也是要毒死，漂亮。那这边的话是一个猛犸把我这个冰女给杀掉，8级的猛犸，这个猛犸的发育也是非常好啊，看到。
那中路这个 LAN 也是来这边来补一下等级 ，SF 也是来到中路来发育了。就是思思的斧王已经到六，我这边也是很郁闷啊，打个辅助，你们不用管我。后来我自己录也录不出来什么好看的，哎，真的是很纠结。还是看那个 A 神打比较好看一些。好，这边是关注了这个神灵，当然他们支援真的太快了，哎呦呦，完了完了，我肯定跪了。哎，没有跪。好，这边是杀掉了一个，可是杀掉了刚的 LAN， 但是猛犸这边很远的一个D过来一个大，直接大住了两个人啊，我跟 SF 都是跪了。好，剧毒也过来帮忙一个毒过去。但是这个猛犸看到他还是有蓝的，又是一个 W 过来，艾瑞达不停地在磕棒子，但是你用一个 F 收掉，当然是关注了猛犸，神灵也在追这个，这是两个人一起追剧毒，这个剧毒估计也要跪了。啊，没有办法啊，这个剧毒也是死掉了。那么我这里也是杀掉了一个，应该是对面的 LAN 吧，我看，哎不，是牛，应该是跟这个思思配合。下路感觉来了很多人，我这边也是一直在打点，而思思快点走，哎，不过艾瑞达过来了，看看有没有机会。好，这边直接碰到了神灵，这个神灵应该是个死人了，被点灯，然后吼住加一，好，直接带走神灵。那么这一边还有一个火枪，看还有没有想法，还有想法，这边是快点，能不能追到？他们两个应该能够解决掉，我后面应该不用去了。好，关注了，那应该是没有问题。这里火枪也是死掉了，直接被。好 ，double Q 还是 A 神拿到了人头，那么从刚好是同时啊，上路这边是被牛杀掉了一个，这两个人配合杀掉了 SF。那我们几个人可以一起来推一下这个下路的塔。那么现在11分钟啊，11分钟这里的人头11比9，那么建方是领先了我们两个人头。哎，这里是一个，这猛犸又过来了，假腿。我们看一下猛犸这个身上有多少钱，应该是这个，不，这是烂，这个名字显示不出来了。身上钱不多，应该是刚买过东西。还是主视角给艾瑞达，看艾瑞达位置比较靠前。好，我们应该是把这个塔给推掉了。斧王的塔。对面的核心还是这个传说哥，当然对面的团战发动机还是靠这个猛犸还有牛啊烂哦，上路的 SF 非常惨哦，直接被甩脸大，我觉得真的很不爽啊，这 A 神过来但是被羊到了，看看剧毒也过来，先关注另外一个，先干掉一个再说。好，但是刚干掉了，刚关注了牛，但是没有想到神灵也是支援的非常快过来了哦，这边 A 神也是倒下，那么这里看看这两个人也没有什么想法了，这里斧王也过来，而中路的传说哥也是在一直带线啊，这个塔。我是直接 TP 过来中路，然后把这个线往过带一点。那啊，好的，斧王这边是直接过来跳吼。然后吼住了这个神灵，但是自己的血是非常少，还没有死，漂亮，这次的配合不错。当然金卫方 TP 的很快，哎，这个剧毒是想要被、哎、被塔 A 死，但不是塔的人还是那个猛犸的人头啊，这个思思也是很无语。那么这边思思是被刚才的也是后路后排给切掉了，看到他们打架真的是很凶残很凶残啊。
刚才思思是被火枪杀掉的。好，毒死了一个烂。看，我是一直想锁定这一点，看这个牛有没有什么想法。那大家也是原谅我没有给自己死亡镜头，主要是这里 我是看那个牛这里了。主校还是给这个艾瑞达。好，这里两个人吃物。哇，原来吃了物我在小地图上什么都看不到。好，又是跳猴，那么这个牛应该会被干掉。各种毒，那牛是两个技能放出来，但是仍然被斩死。的确是对面这几个人技能是很烦的。那么上路这个塔应该会被带掉了。哎，这个开了符文这么点血，嗯，应该还是掉了。我是在中路在看这个塔会不会被推，这里是有一个神灵，那么我们这里上路的人也是散掉了，这两个也是往中路走。哦，神灵也是往后退，我看他们这块好像是这边也是没有眼的。嗯，那中路应该这边没有危险。好，这边是空到一个幻象符。那么在这边也是说一下，妖平台为广大刀塔玩家又带来了一项重大的福利，那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断线重连，官方名称呢叫做中途加入。我们知道以前如果我们在魔兽中只要这个魔兽没有掉的话，掉线是可以连回来的。那么据说这个妖平台的是可以做到电脑重启以后也都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重新连回在游戏中，那么可以说是断电重连，那么断线的玩家不会受到其他人的控制。好，这边又是跳吼，思思还是很不错。哎，这边的话看看牛还是放出来两个技能，当然这个斧王血也是非常少，快点走，不要被火枪给大到了。哎，火枪这个射程实在是太远了。啊，那这边烂也是，哎，猛犸这边一个递过去，哎，递过去一个 W， 但是都没有打到这个残血的斧王，那么但是剧毒是交了出来。好吧，我这边又死了殿后的，果然就是一个辅助，就是辅助的命啊，比较惨。刚才没有说完那点，就是断线的玩家是不会受到其他人的控制的，停留在原地，然后直到你连回来，也是一个重大的技术性突破吧。突出一个跑得快，那思思是出的什么鞋？应该是刚才看他出的还是屌丝鞋哈，没有死。暗影护符，那这个猛犸也要出什么东西？你们也懂了。好，这边艾瑞达还是留下来看有没有好吼住，那么烂还是插了一下。哎，这个猛犸，这刚才这一块的话是比较搞笑啊，还是死掉了这个猛犸。刚才你们看到这个关起来了以后，然后猛犸是先递了，然后被关，然后那个斧王被带着走，很逗啊。这里是很想追一下这个神灵，但是没有办法追不到。屌丝鞋啊，果然很屌丝，哎，果然符合今天的主题啊，屌丝鞋吗？嗯，屌丝鞋不好听，还是面基吧，还是基友鞋好了。这个火枪现在是出到了一个假腿夜叉加西蛋。对面神灵装备也是不错，我感觉他们的装备都很好，就是完全是领先。我们看一下牛身上是有多少钱，这里这时候其实这部 RIP 的话我是自己打了，然后但是 RIP 没有提前看过，然后我这边也是跟大家一起看。这个火枪身上800多，然后还有这个猛犸应该装备看一下，600多块钱。这个猛犸真的是打得非常嚣张，当然也是跟这个版本有关系。烂伤1400，其他的话是秘法这些装备，都做的比较到位了。而我们这边的话看艾瑞达的装备应该是对这边比较好的，然后看看 SF 身上是700多块钱， SF 还是要做 BKB。
好，我们先看这里，是艾瑞达又是先手勾到，然后斧王这个，他们两个对这边思思跟 A 神他们两个好像没有，刚才是说思思说他先跳吼的，但是呢这里还是，这里 A 神也是先关注了，两个人配合的有一点点失误吧。这个妈妈是在这里藏着。好，现在五个人开悟，那当时我们也是知道他们肯定是悟了，然后看看。这里没有插到，但是还是被变羊中间也是打起来，看看这里是斧王先被吼住了，不是吼住了，斧王先被控住了。当然斧王这边也是非常给力啊，好漂亮！刚才斧王是反手杀死了一个烂，但自己也是被这个牛杀死。艾尔达是被火枪点死，火枪在这里。其实近卫就是近卫这个黑店的配合也是很好。我们是五人黑，对面应该也是，然后而且战斗力也是不低，打的真的是不错的。我们也是可以看到他们几个人的这个 ID 啊，我感觉一楼这个火枪的 ID 有点熟悉，但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见过。这边我们还是开了符文，那么这个时候的人头我们是变成了近卫22，我们16，这里也是一个挺大的劣势吧，而且塔也是掉了不少。我们看到我们这边我们这边还好是掉了中塔，看错了，这个近卫是上中下路的外塔都掉了。我感觉这个烂看他下一个出什么吧，如果奔放一点的话可能就是跳刀了。哎，这边怎么又成1400，那可能是刚才，对，刚才好像是被思思那个房给杀死了。神灵这里也是要做 BKB， 哎，我们这边的话三个人一行人过来，好，看到烂这边关起来，那么 SF 直接想贴身大带着被烂插起来了。好的，这里是直接杀死了一只烂，还是比较好。好，一下钱又变少，而猛犸的装备看一眼，这里猛犸1400，看看他这个东西出好没有。而牛的跳刀呢，比较关键的300多，那这个还早着，牛是先做了这个战鼓，好像是这样子。好 ，SF 身上是有这个10秒 BKB。中路的话一定要小心一点了，感觉这边人还是蛮多的，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突然突进出来。哎，果然是猛犸，又是一个先手奥迪，你刀已经做好了，怪不得这直接两个人都死掉哇！哎，这个猛犸本来这个地的范围就够远了，然后呢，还出了个引刀，太猥琐了。而这个猛犸又拿到了一座塔钱，这边的话是剧毒啊，剧毒被这个烂给杀掉了。我这边看一下，还是先闪一步。非常嚣张的猛犸一直在现在是在我们这边打野，这边还带了一个虚无宝石。SF 也是把装备在往起刷，这个神灵好像是想单挑肉山，但是打不过。这个影帝戴尔果然是好演员啊，演得很厉害。这边的话烂还是选择做推推，这个版本推推也是贵了，整整要1000块钱，真是坑爹啊。我们这边是开了雾，哎，我看一下，我们在这里艾尔达打头阵。好，这边的话应该是思思跟 A 神已经交流好了，他们是思思先手，
好像是这么说的，我看一下，四个人全都赞。会不会遇到？应该可以遇到，这是一只牛。哦，最后我们还是，对，这边有眼是看到这只神灵了，那这个神灵就惨了，还是先跳过来好，好，直接带走。那么斧王这个斩也是很给力。那么带走了他们的神灵之后，我们是选择想要中推，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站位一定要小心一点，看一下烂是在这里，而这个猛犸看一下在哪里啊？他们的猛犸呢？当时我们就说一定要站开一点，他们这个阵容打团真的是很厉害。看，找一下牛有没有跳到？还是没有。哦，牛在这里。哎，这里的话猛犸过来了，牛是这从这个侧面一个 S 一个 F。好，这边一个大，又是猛犸大住了，两个人再给你递回来，大住三个人，然后一个 W 过去，然后这个兵你就死了，非常惨。当然我们这边的话是 SF 杀死了刚才的牛，他们是在等于说分了两波在打。这里的话是一堆人在追这两个人，哎呀，好的，关起来了一个，看有没有机会杀。这边的话，但是有这个引刀在，斧王吼一下，刃甲，这个刃甲，嗨，这个艾瑞达还是很厉害，这个艾瑞达直接毒死了这边猛犸，大杀特杀终于被终结了，打的还是比较激情啊。而这边呢？艾瑞达也是一个残血吧，看看他能不能走，走掉了。我这边一个残血的 SF， 这个非常危险。这两个人也是在狂追不舍啊。这个绕树林绕的还是比较溜的，我是比较关注这边。好的，终于有这个剧毒过来支援了。而这里的话是艾瑞达再次杀死了烂。跟这里的冰女的配合，看看有没有机会。好，应该是能够杀死这个。好的，漂亮，这里是把这个神灵杀死。那么我们这边感觉这时候打架稍微能够刚过一点了，毕竟 SF 是有一个 PKB 在。那现在人头是28-22，仍然是对面领先了6个人头。对啊，刚才我看到思思那个斧王是开了人家的，然后那个是扛着烂的一个大，这个火枪也已经有分身斧。哦，看来这个猛犸是想做这个狂战斧了。这里出了一个坚韧球，这边艾瑞达也是带了宝石，毕竟对面有一个出引刀的猛犸。我们选择了来上路蹲 SF， 好，这个烂身是买了两个神秘法杖，不是神秘法，魔力法杖。然后当时我们还在想这个烂身是要出什么东西，我估计他是想错了，以为自己带了卷轴吧。当然也有可能在想，真的想出什么。哎，艾瑞达这边是推自己，然后关注一个牛。好 ，BKB 之后摇大，直接是一个引压杀死牛，而且这个斧王也是有着刃甲，把这些假的东西都压，用炮压死。他们的装备的确是领先了很多。我不是说我要站到后边吗？我们这边都说走了，我也要走，我要走快点。哎呀，这盘冰女真的是特别惨，对面的英雄也都太刚了，这个攻击力那么高，冰女比较脆一些，
必须站到后边打。那我们这边也是准备开雾。嗯，我这边已经开了，但我这里是兵女，有兵女在的话，看到开雾了以后，对面远程小兵上面就没有那个光环了，然后他们也是可以发现的，他们肯定知道我们开了雾，看看能不能遇到吧。这里我们应该是从这边绕过来，好，这里还有一个隐身符，当然现在不能去吃，万一有视野就被发现了。现在上路是有这么多号，四个人都在上，这里就有一个妈妈。还是选择蹲 SF。好，我们说的是推完这个塔就先闪，然后去打 BOSS，等于说换了一座塔。当然，我们这座塔是推了对面的中塔，他们是拿了我们的这个上路的外塔，那么看他们还是有继续带线的意思，那我们就想着趁这点时机去打一下肉身，有这 SF 的光环，然后再加上剧毒蛇棒来扛，然后有这个我可以来帮忙 E 这个肉身，应该打起来是比较快的。当然，第一个要破一下林肯。好的，这里是 E 主，而这个近卫方他们的人已经把这个兵线带到了塔下。好，这边影魔是拿了盾，这个神灵的装备一直都很久没有更新了，好像。好，艾尔达是拿到了隐身符，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动作，还是没有跳到，没有跳到，嗯，没有继续上去啊。好，艾瑞达身上的钱是非常多，这里是有着2300。好，猛犸的狂战斧已经做好了。的确啊，真的，我们这个塔，本来其实我们是有这个塔方面的优势的。这里有人 TP，SF 过来。嗯，这里又是有，这是我们自己的眼。这个宝马居然是在这里蹲，哎呀，我终于知道了，我终于知道这个 SF 的盾是怎么交的。我当时还没有发现啊，原来是这样子的，直接让 SF 交了盾，然后杀掉 SF 之后，我们看这波好像我们都过来了，然后我们三个人都过来，SF 这边重生过来，他们也是看看打不打得起来。这块忘记了，看一下，他们是在，哦，他们是走掉了，这个也没办法啊。这个猥琐的猫妈，但是野区的人很多，四个人。好，牛这边的话是一个很远的 F，这个跳刀应该快好了，31分钟啊，不过他是没有直接憋跳的哦，还没有好。现在比赛是32分钟，28比23的人头。然后看看，仍然是他们领先了我们5个人头，不过比上一次6个人头要稍微缩小了一点。嗯，他们在说 ES 有可能跳刀了，不过现在看来好像还没有。而他们这个近卫的看到他们的站位，又是这样子啊，两个人在后排，然后等于说把我们包围起来。而这里是有一个，这里是假的火枪。好，这里看看 BKB 都开了起来，但是这个 SF 还是要被秒啊，终结。
那么冰女这里也是比较惨，直接被火枪一个大收掉。不过斧王倒是有刃甲弹死了一个烂，而剧毒也是毒死了牛。我们这边还剩一个剧毒一个斧王，又是银刀，看看会不会继续追。我感觉，哎，这个剧毒可能又要死了，把你看到没有？真是没办法。昨天不是就是打这场的时候，当时就觉得很无语啊。的确啊，就是像他们说的，思思其实很重要的，然后先手要是他能够跳吼到的话，那猛犸这边的攻击也是非常高啊。看一下这个猛犸身上有多少钱，2600，看他下一件装备会补什么。这次牛应该对马上就有跳刀，收两波野，好，还差100块钱多一点。火枪钱的不是特别多。哦，原来是有 BKB 啊，运过来那还好，身上钱不是特别多。哦，哎，不过这个火枪这时候点出来 BKB 是什么？什么意思？我感觉是手误吧。可能直接给点到改建上了。总之继位的装备还是领先我们一筹，这个牛应该是有跳刀了，果然。哎，这边的话是跳吼过来，是直接抓到了烂，这边推一下自己插一下，再被艾瑞达留。好的，漂亮，这个宝石是我们的了，直接可以把这个他们的眼给排掉。总之打完这场比赛之后，思思就得出来一个结论，说刃甲好厉害。哎，看到这个猛犸又是一个大猪，两个人直接过来，哎，然后自己还是有狂战斧在一个递过去，直接一个双杀。啊，这个版本的猛犸实在是让人无语啊。看到 A 神身上是多了一个极限法球，应该是想要走羊刀了。嗯，这边有一个猛犸。哦，但是他跳得很快，不过我们有宝石的，追不到啊。他这个又有着洛萨，又有着跳刀，实在移动速度非常快，有个战鼓，三个全都点起来，看到没有？实在是让人没办法追。我们这边还是先走掉了。又是引刀，哦，开了雾。烂，还有火枪，还有一只牛，牛也是有跳刀的应该。那么这一波的话，我们一定要小心一点了。哦，快点走，快点啊，冰女。不过如果死了我一个人的话，能让他们都活下来也不是不错的。那我这块是让牛过来了，只能是说是意一下。那这边我的确是死了，他们这里看到艾瑞达是把猛犸拖着了。漂亮啊，这个艾瑞达这个地简直就是神技能啊。烂推了一下自己，看看是想要留谁，能不能留到。被点灯，嗯，应该是留不到。插了一下，插住了一个大招过去羊。哎，但自己先死掉，但牛这边跳过来，看到 BKB 的影魔直接是被，但是被猛犸给控住，大还是没摇出来，这次能不能摇出来，摇一个大，好的，杀死了这个猛犸，这是贴身大，的确是威力非常大。同时这个斧王也是带走了牛，两个主力啊，等于说两个有跳刀都被控住了，控死。
神灵 BKB 要八秒。看看斧王这里的话是过来直接吼向开始转，哎，好漂亮！这个 double kill 虽然说是艾瑞达拿到了，当然斧王也是立了功，这个刃甲的确是好厉害。但思思就一直在说刃甲好厉害。那么 SF 看到没有？ SF 这边也是出到了闪避护符，那么直接是走蝴蝶了，的确该推了。艾瑞达身上有3000多块钱，羊刀应该也快好了，还差大概200块钱吧，差不多就这个羊刀应该就做好了。好，这样一个地过去的话，然后利用这些假的开始 A 这个高地塔也是很给力。火枪也已经复活了，那么我们最终还是没有把这个塔给推掉，的确是不好推。这个乱居然是站到这个底里面啊，这是怎么进去的？推进去的好像是。我们这边继续打 boss， 好， SF 还是拿盾。好，羊刀到手，这边的话40分钟艾瑞达身上终于是有了这个羊刀。那么我们这边的话是5个人一起开悟，他们现在都是在这里啊，看到 LAN 这样的装备，火枪，然后神灵，还有牛。哎，中路这里的话我们是在这里发现了，看看是牛哦，这里还有一个火枪，跑太快了根本追不上，然后我们这次开悟的计划也是失败啊，没有抓到人。但是这个猛犸反而过来了，接上你看到，虽然说猛犸过来之后被艾瑞达控住，但是还有牛在， SF 是 BKB 相邀，大家被猛犸给带了出来，还是一个大过去直接一个双杀，漂亮，三杀。但是这里还有神灵在，漂亮了，这一次 SF 算是立功了，递一下递到了烂，一炮过去，好，最后是被斧王点灯点死，终于是可以推这个塔。好，羊柱在吼住。好，我们这边终于是有点逆转的迹象了。思思又在说刃甲。好，这个塔也是被带掉，那么直接看想破两路高地可能不太好破吧。哎，果然还是破掉了。这边艾瑞达又是推过来，然后关注了一个这里的这个牛还是要死，但烂又是甩脸给了大给了这个思思，哎呦，思思这样子还是死了。他们当时是问这个第一视角录的还可以吧，其实我觉得这个第一视角如果是给 A 神的话应该就更好看一些，
所以我还是把这个 riff 拿过来做了。嗯，这个猛犸又是出其不意的过来了，带回来火枪一个大过去，应该哦，最后是烂叉死的。那么杨柱变成了 SF， 变成一只黑鸡，直接分身符过来，然后拍这个烂，看到 SF 现在攻击也是非常高，但是这个出来的镜像直接就被这个猛犸直接弄死了。哎，这么多人控，我觉得哦，漂亮，同归于尽了。不过这个打的还是不错，值了。1v2等于说是带走一个。哎，我觉得现在比赛已经进行到44分钟了。看一下现在人头数39比38，我们这边是慢慢的把这个人头上的这个比分在缩小。嗯，斧王的装备还是比较好，这边希瓦也是已经做出来了。哎，其实我也想说，反正每次都是我最惨。我跟呆呆这边在神游啊，呆呆这边是装备都已经差不多了。然后我们感觉到貌似对面很多人的样子，然后就走了。的确很多人啊。呵呵，呆呆也是我们脱离了组织，这个妈妈也是又过来看了，哎，一看这个肉身还是没有杀。哦，这边这个火枪又做了一个漩涡，这边的话是推上。就差一路了，我们已经破了他们两路，但是我感觉真的是面对他们的阵容，我们是举步维艰啊。幸亏是 SF 有一个 PKB， 如果没有这个 PKB 的话，真心是难啊。嗯，我们这边又是开了雾，往中路走，看看中路这个是火枪，看看他有没有察觉到。哎，这个嗅觉也够灵敏的。不过这边有一个猛犸，看看，哎呦，猛犸直接又跳走，哎，这个反应太快了。我们还在猫着一边，哎，这个呆呆的鸟怎么给死了？这个火枪就利用着自己的射程啊，一直在刷兵。当然这边的话剧毒也是用蛇棒在恶心人啊。嗯，我们最后还是决定了来推上，不过上路的话这个猛犸也是跑太快了。哎，真心的，这个猛犸，哎，争分宝石，这个版本猛犸怎么会这样子啊，居然一个地那么远。
哦，身上是有一个别人的挂件。S.F 也是说让艾瑞达来定一下自己，然后利用更多的一个分身，去来拍这个上高地啊。这打法还是比较的贱。我们一直在上路和中路两路徘徊。哎，这边斧王跳过来，但是没有看到人，这等于说是一个去诱发一场团战。看到斧王，哇！这瞬间居然是被秒了。那么幸亏这个猫妈没有滴到人。那么艾瑞达是这里看能不能控好的这个笛子开开。哎呦，不过我这边又死了，还是被这个猫妈烂推一下自己，看一下剧毒还是放出来的大，当然只能先卖掉了。又是猛犸的人头，就只留下了 SF 和一个艾瑞达了。看到猛犸真的是跑得也快啊，而且输出又高。这边猛犸居然又做了一个漩涡，真是让人无奈。居然把 TP 给捡了。一直说这个叫什么神灵一直没有出装备，果然最后还是憋出来了一个撒旦。那么这个盾可能要给他们了。我看这块，这边他们在打盾，我们是已经知道他们在打盾，但是没有办法。看 A 神这边也是在这里看，有一个梦马，哎，被羊到了，然后读一下，看一下关起来，这个烂的叉是叉空。哦，这里引刀走开。哦，猛犸的装备也是非常快啊！看到这里，奶酪是在猛犸身上，然后还有盾在火枪身上。这样子的话，对面有可能会一波哎。这样，这个装备，他们要是拼起来，真的是很厉害。好吧，烂的那个装备果然是最后合了一个这个棍。我们这里又是开了雾，已经在这里了，看看会不会能不能碰到人吧。哎，能不能包抄一下？看一下这个斧王有没有机会。好的，好住，漂亮。哎，nice，这个斩非常的果断。好，这边一个减，哎呦，但是被开了 BKB，看到艾瑞达推一下自己，这就是放风筝的艺术。本来还担心着他们拿到盾会不会一波反扑啊？当然，他们除了上路的兵线比较好，因为中路下路都是高地被迫，所以还是比较难推上来，不然。真的有个，哎，牛这一次大，猛犸在一个街大，我的天，这些人全部都是残血，牛又是放出来一套技能，看到没有？这个真心是没办法呀，最后就剩下了艾瑞达和斧王。刚才这个神牛和猛犸两个人的技能衔接真的是非常的完美。对，我真的头晕了，这他们打的这个太凶了。
当然现在艾瑞达身上是有3500块钱，我们看这里他们这个猛犸最后还是死掉了，当然猛犸死掉了，但是把这一路的给守下来，不然我们就可以直接上他们推他们的这个老家了，所以这次猛犸死也是值得。看一下火枪最后的装备是什么，这里还有一个卷轴，哦，也是做了雷锤。这边神灵也是活着的状态，这个奶酪是最后移到了神灵的身上。哦，这符号上钱才多啊，4000多块钱。SF 呢？哦，强袭。我觉得这时候可能就是最后一波的问题了。哦，现在比赛已经进行到了54分钟啊，这么纠结还没有结束，人头仍然是对面领先45-42，真打的还是很纠结啊。我最后一波的大战正在酝酿中。哦，这边的话，猛犸又补出了一个祭品。哦，对面的装备也是非常的豪华。好，我们的大 A 神，然后开始在全场的指挥中。我记得他们对他们这边是有着一个眼的，然后必须把这个眼先排了，那么 A 神这边是过来排眼。然后这边也是发现了 SF 也是马上都过来，先把这波冰清了要。好 ，A 神一个人去排野两下，好的，快点走。嗯，不过他们也没有上。当然，对面要是想要打的话，很快就能到，全都是跳刀啊、推推啊什么的。貌似我们这边是继续去打 BOSS， 会比较稳一些。嗯，对，还没有，对，还没有掉的。这个 A 神也是。我就说我还以为，我也以为是已经好了，本来说是求稳一些，但是看一下火枪这里的话，身上还是，我身上顿时没有了，神灵的奶酪依然在。那本场感觉装备最豪华还是这个猛犸。我感觉这个胜负马上就可以分享了啊！最后还是把这个奶酪又给了火枪，看这一波怎么打吧。这一波就是关键性的一战了。这里看到 A 神已经先手了，神灵就扬刀扬道，但是没有上，我们都没有上，感觉只是一波骚扰，因为这个 SF 走掉了，这个 SF 在上路啊。哎，紧张的气氛啊，当时我们打的时候也是非常紧张中啊，因为感觉一个不慎就有可能输掉整场。好，这边是看看能不能抓到落单的。
哦，这里烂也是很溜啊，直接推上来。哦，是这边的猛犸，这边的 SF 被抓。我们看这里的话，SF 开出来了分身符，但是被烂找到了真身，开 PKB 想要摇一个大，但是摇不出来，被递走。这里 SF 死掉了，这怎么办？好，我们这边的艾瑞达和剧毒紧随其后，想要先杀一个再说。这边又关了起来，艾瑞达也是，哎，这边的话是猛犸。给自己是套上了这个雷锤，先离他远一点。但剧毒没有死，漂亮。这里的猛犸终于是被终结。等于说对面是两个人一起杀掉了我们的 SF，然后我们这边是杀掉了猛犸。我感觉总体来说，怎么说一半一半吧，毕竟猛犸是对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控，而且装备算是最好的。对面的猛犸还有70多秒。那么看一下猛犸身上有多少钱，800多，他买不活，那只能等。这样子的话，就我们就是这一波了，感觉。牛是一个横着的封路，那么对面的控还有烂和牛，当然如果牛的一套技能能够砸出来，也是非常厉害。哎，这个有着强袭的一个 SF 攻击力也是非常高，这边又扬到了一个这里的。哈斯卡，哦，这个斧王特刃甲实在是厉害啊！这牛又是一个大过来，当然 SF 是开了 BKB，直接拍死牛。哦，这边是思思的人头。好了，他们三路被迫现在。我觉得我们这一盘打的还是，真的是太稳了，就是不是稳，就是应该说是，应该说是这个求稳吧，还是准备先等个 boss 再说。他们这里是三路被迫，三路的超级兵打起来也是非常吃力了。当然，这方仍然是不弃不舍啊，这样子的一个精神。我们再看一眼，现在场上是46比45，两边的比分的确是咬得非常死啊。而比赛已经进行到了61分钟，我们当时打的时候也没有想过要打这么久。然后我们旁边打那个英雄联盟的人都在说：“哎，你们怎么一盘 DOTA 要打这么久啊？”感觉一盘英雄联盟只需要打大概最多有时候20多分钟，有时候半个小时啊，是吧？我这边是捡到了两个 TP，这个 A 神。好，这边斧王是飞血龙心，厉害。看到在超级兵的这个猛烈轰击下，这个金卫方的塔也是摇摇欲坠了。那么这里的话，斧王又是再次吼住了牛，好的一个斩，double kill。但是猛犸过来，这思思要死了，不过应该有钱买活吧？看看他，艾瑞达血也是非常少，焦盾，好吧。应该是没有什么悬念了。Double Q，那么这个叫什么？世界之树应该马上就要倒了。好的，那今天这个比赛应该就为大家带到这里了，希望大家看得开心。比较纠结的一场比赛吧。然后，怎么说呢？还是。
难得打这么长一盘的，这么长的局啊，然后打起来也比较辛苦。那么后边的话，大家有什么意见和建议都可以给我留言。那么想看到又可以想打第一视角或者什么英雄的话，也都可以跟我说啊，然后我都会去看的。那么今天就先到这里吧，然后希望大家下个11月11号不用再过节，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Yuki 的淘宝店，包邮哦，亲，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